讲，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小四：自由的呐喊》。上一集我们把这边的农场给解放了，我们继续拿完宝箱之后往其他岛前进。这么远啊！哦，最后刚好在小船边，还不错。那出发下一个地方吧。我们去这个岛好了。Give me some speed, more sail, up! Fire! 居然停着一艘船。Fire! 先发制人。再一发应该就差不多了吧。上船！哦，剩下三个人。耶，完全不用上船。感觉好久没有这样了。这整个岛都是警戒区啊。找个地方下船吧。Get them aloft! Douse all sail! Up the shrouds! 新航家号没有办法离岸边太近。Haul down! Haul down! 我就从这里下去好了。¡Alto ahí! ¡Venga pues!
哎，没有，两个人都死。啊呜！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岛的地形好像我曾经有去过啊？这里有个宝箱。我觉得这个岛的地形我曾经有去过，应该在肯威的时候，但是名字不太一样。对啊，这中间也是长这样啊。安对。那个是火枪，高精准度和范围。这把枪比较厉害的意思吗？都没有俯瞰点，我这样找不到东西耶。还差一个宝箱在哪呢？本片里面曾经在这个地方暗杀过一个人吧。那时候还在打，那边有两个国家的军队在互打，然后我暗杀一个人，记得有这么一回事。地形跟这里是一样的。现在找不到那个宝箱啊。我找到早上啊，放弃了。或许就和酒馆一样，是 bug 出不来的。看一下我新拿到的枪怎么样。哇，这玛雅刀是全满的呀。精准枪，范围大的，然后散布面小的。哦，这应该很适合我用，符合我的喜好。Captain's at the helm. Let's move. 啊，这没有金色，好讨厌哦。这里吧，
下一个岛。We're making hard for land, Captain. 海滩好像在另外一侧哎。那我捕个鱼好了。这什么鱼啊？大白鲨是冲过来咬的那个。That's right. Hire yourself off. Yes. A grand shot, Captain. No, damn it. Anyone hear that? What's up? What? That's one nasty fish. 我想说，我不会被他吓到，所以我没有丢中他。Forward! 还好啊，其实撞的没有很痛。That's right. Tire yourself off. The beast is hurt. 为什么他这样游啊？ He's broken free. Patience. Patience. Watch it, Lovett Bow.哎，还有新的攻击模式哦！ That's one nasty fish. 而且还连攻哎，他不是只会咬，打不中。哎。不见了。Dig ahead. Any sighting? Cover up. You did it, Sullivan. 赢了吗？啊！捕个大白菜可以捕到这样那么惊险。那刚好人绕过来了嘛。More sail, all sail. Loose topsails, gallants and royals.啊，对好，我不能开这么近。Trim the yards off the wind. Right, the cat head. 只好乖乖游泳了。他应该要在我的船上备一个那个小艇，我会按上岸的。托克岛又是一个宝箱。这样上面的应该都已经清的差不多了吧？我稍微改装一下我的船。只能选一个吗？我要选哪一个呢？大炮先好了。等一下，再进行一下掠夺，应该就快要可以升满了。
captain's helm. Fire! You can't get with a wheel. On your mark, captain. Fire! Keep out the cannon rain. 还没有正面冲突，他就快死了。Hands out, let's go. Fire! Fire! 上船。那假的，这是一艘护卫舰吗？哦，登到那一艘去了。这么远，我居然还可以站到六七个人。就算是比较长距离的，这么远好像还是没有办法。好，这样可以。好，没有。长距离的时候威力好像比较弱。这一把枪实际上还是散弹枪，没有办法。啊，是找船长啦，你们一直缠着我。好奇怪耶，耶，登这艘吧，你在那边好胆固哦，你在那边抖动。铁，我需要的是铁，我需要500个铁，给我铁。Unfurl men, let's move. 这上有铁吗？没有。Douse all but men's. Loose all and trim sharp to the wind.太远了，看不到。
这上应该是五人吧，虽然十人。哦，这样也行。剩下没有几个地点了，四个，加一个农场，五个。先去那个打捞好了。Did you ever hear tell of the Jackdaw, Augustine? Kenway's ship, and mine for some months. Legends tell that she sunk somewhere.Off the coast of Hispaniola, but none know just where. You believe it is here? More likely, I succumb to nostalgia in my age. Oh, so this ship is still good.加那个寒鸦号的船首箱，或许会在这。这里给的空气筒超充足哎。我想我先用掉一个好了。要吓死谁啊？哎，我走错路了，糟糕，我只剩下一半的气。在想那个蓝光会不会是指引我路的东西，不然水里怎么会有这个。糟糕糟糕，我真的要死了。安德加油，空气筒。哦，安德水下的血比较多对不对？现在孔威没有穿，什么都没有穿，只有四格，还有六格。
走这些有的没的宝藏就已经够不科学了，居然还可以搬走整个船首相。阿德，你太厉害了。这里不知道可不可以走回去。啊，看起来又是错的路。啊！我应该不用，我还是试一下好了，以防万一。这边，我记得另外一条是错的路。Extraordinary. The last time I laid eyes on the Jackdaw, I surrendered her back to Kenwi and set my mind to leave piracy behind to fight for the assassin cause. She still holds you under her power. She was the first ship to accept me as her captain. So, Ada 曾经当过海妖号的船长。烧军舰，我拿下了。Ready to fire！ 他血是没满吗？六十等有这么弱吗 ？Ready, Captain！ Fire！ Reloading！ Fire！ 我觉得他血应该没有满。捡到一艘，乱插大号一个指挥官，军舰果然什么都挡不到，备好烟雾弹吧。点火药，一边杀人，最后都在上面。
化点吗？可以吧。赶快去跳上去啊，德。本人真的好多哦，杀好久哦。啊，终于！那我们这期就先到这，谢谢大家的收看，明天见，拜拜。Yeah, I lay my lemon soup.